大家好，我是梁。看肉肉啦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紫罗兰。紫罗兰女王，你看目前浮盆状况良好哦，长得还不错哦，有粉丝非常喜欢紫罗兰女王，叫我一定要分享成长的过程给她看哦。你们看她现在长这样，是不是也很美呀？这就是紫罗兰女王目前的状况哦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植物，就是我手上这一颗奶白奶白的含肉，它叫奶冻。我想养一养，它应该是会更粉白粉白的。现在目前有一点粗状态，但是因为它一直缺水，我把这一些脏脏的清理掉，再来看看它有没有发根。清理干净了，又长一根小白根，那表示它已经开始在生长喽，哈哈，好开心啊！它应该是养起来会粉粉的，很通透的。这是一颗含肉哦，一样是无根的。我们就先来帮它上个盆吧，因为照这个尺寸的话，你看它茎杆这么粗，表示它应该是小小的一颗，不会长得太大了。帮它选盆咯。那因为它小小的嘛，所以我就想说先给它种在这个小小盆里。好可爱，动手咯。一样在这个小小盆里加入发泡炼石，大概也是大概加了五分之一，然后这个配土的话一样60%左右的颗粒配土，我提高了它的颗粒配土含量，应该有70%-80%的颗粒，因为天气渐渐变热了，透气性要更好。表层一样，先加这个次玉土，然后中间再加一撮小椰鲜。这个椰鲜就是有一点点泡水，再来就把这个小可爱直接这样做上去就行了。这样这个可爱的奶冻就种好了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到网络上爬文查资料，查这个奶冻多肉的资料，你知道它都出现些什么吗？都出现一些饮料店啊、甜品店啊，来介绍他们各式各样的奶冻产品还有饮品，根本没有我这个可爱奶冻多肉啊，哈哈，无言三条杠啊，所以就只能自己揣摩啦。但我觉得它跟冰魄长得有点像，给你们看看冰魄，这是我的小冰魄，目前好像有点减肥了，不过应该是还好。
这是我的盘肉冰魄哦，目前长这样，但是冰魄有给我惊喜哦，给你们看看，我拔下来的叶片叶敷的还不错哦，给你们看，这是我敷出来的冰魄小宝宝，叶敷率还不错吧。还不错，这是我的冰魄小宝宝哦。当初这个冰魄刚买来的时候，你看，也跟这个奶冻长得差不多了。现在变成这样，那它现在是这样，可能开始成长，它也是会展开的，到时候再分享给大家吧。那因为形状嘛都长得差不多，在成长的时候难免会变成青绿色，因为它要成长嘛，所以想要享受它美丽的容颜，就要忍受它蜕变的过程。好好看的奶冻啊，当然我也会把它下一些叶片来一敷看看，到时候有没有成功再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今天这个奶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，欢迎评论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